次大陆的师生团第一站哦，就到我们台湾最优秀的高中之一中山女中。那中山女中有很多我们杰出的校友，那我想能够让大陆这么顶尖的大学的师生哦，来参访我们台湾最优秀的高中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。因为毕竟两岸的未来是在青年，那青年是两岸未来交流的根基哦，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现在是因为自己没有自信，又要阻绝我们的年轻人去认识这些大陆的朋友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悲哀，也是台湾的不幸啊。难道是在民进党执政之下，自由民主开放都是假的？事实上是这个想要把台湾的年轻人关起来，变成楚门的世界，让台湾的年轻人走不出去。我觉得这不是我们所乐见的。我说抗中不能保台，两岸和平交流才能保台。马龙非常高兴，我们刚刚在吃那个春水堂，是台湾的珍珠奶茶的发源地，那马龙也喝了快一杯的珍珠奶茶，也吃了这个台湾有名的香菇肉燥面，台湾口味的，因为他是东北人嘛，他说很好吃。那我跟他讲说未来几天你会吃很多，所以你还是要节制，但他说他的身材都保养得很好，我想他能够这个拿到桌球史上最佳成绩哦，应该不是名不虚传了，我看他都是非常的克制，那他对台湾的印象非常的好。